大家好，我是渔夫。大家好，我是蓝轩，欢迎再度收看麻辣新闻网。是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西方人呢、啊，他们要把人送上天去啊，他们要发明一种叫做太空梭。那么东方人呢，不用，东方人呢，他只要把一把枪、一颗子弹就可以把人送上天了。那么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说啊，我们就知道就是最近呢啊，两岸和谈的这种气氛慢慢有了。那么开始的，比如说唐树佩，他就讲说，春江水暖呢，是可以大家可以上台来上谈判桌来好好谈的。但是金门怎么办呢？这个反共前哨怎么办？所以今天的麻辣议题就是两岸的这个啊，两岸的喊春呢，金门怎么办？那么我们响鼓要用重锤敲，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主笔都是啊，非常国内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评论家。是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三位来宾，在我右手边第一位的，他是国策中心的研究员苏进强先生。他曾经以这个台海安全跟国防体制的改革作为他的论文的题目，也常在报端发表文章。不过可能是因为用的是吕强这样一个笔名，所以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熟悉。第二位是著名的资深的军事评论人张友华先生，他曾经写了五本跟国内整个军权政权互动关系有关的五本书，而且还曾经编过中共的国防科技大观。是他因为这个评论太多，所以曾经被提报流氓是吧？提报流氓，然后妨害军机治罪条例被判刑1年7个月，缓刑3年，反而声名大噪。第三位呢？对，我们第三位来宾呢是商业周刊的发行人金维纯先生。商业周刊它不仅是关怀整个两岸经贸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个金门，它在未来两岸之间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商业周刊也从来不放过。金文成先生是曾经在4年多以前就写过一篇社论，他就主张说，未来金门应该在两岸关系里面扮演一个经贸特区的角色，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是 OK， 那这个我们今天的麻辣议题，相信会一定会是这个金公强强棍，哦，以茶为棍 OK。但是我们要进行我们议题之前，我们要先看看许久经在这一周呢，给我们什么样的麻辣新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给我抱抱的许久经，很高兴又在这里跟您见面。如果我们家楼上的林小弟你也在这里看电视，你以后假如再在客厅里面给我打球的话，你就小心不要在电梯里给我碰到 OK。 好，我们就开始来看看这一周有哪些重要的新闻。首先当然还是播报每周固定要播报的三条新闻，然后事实上每周可以播报的新闻绝对不止这三条，因此我们今天愿意利用这个给我抱抱这一周月的这个纪念日，我们加挂7条每周都可以重复报道的，而且不会觉得厌烦的新闻。我们并且把这些新闻呢做成排行榜，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为您播报的《给我抱抱》还是排行榜。我们从第10名开始播报。第10名是圣战还是没有开打，就反攻的圣战呢还是没有开打，因此大家还是可以去 KTV 轻松轻松。第9名，中共还是不怀好心，也就是说去大陆旅游的台胞呢还是要小心随身携带的钱包。第8名，青霞还是没有怀孕，当然就算青霞妹妹她怀孕了也还是不干大家的屁事。第7，党产还是不知多少，也就是说郝先生还在那里等答案。6，捷运还是没有通车，因此如果您想搭捷运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去东京、纽约或华盛顿这些都市，当然东京是最近的一个都市。5，隐案还是没有侦破，也就是说凶手呢每天还是要看报，看看检方办案是不是有进一步的突破。4，伯龙还是没有下台，林伯龙还是觉得自己是威尔康大火的受害者，说不辞就不辞，因此宋楚瑜也只好把威尔康忘记，把林伯龙忘掉，把台中忘掉，把西餐忘掉。3，洋港还是要选下去，也就是说林洋港先生他还是希望大家常常去听他演讲或者访问他，这样他可以常常上媒体。第2名呢是灯辉还是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李总统呢还是没有决定他到底是要选还是不要参选下一任的总统，因此很多太监已经急得尿到裤子上了，当然也有些太监已经不幸即死。1，小平还是没有过去，也就是说本报早已经准备好的相关的纪录片也只好还是摆在剪接室
那慰问的电文呢，也还是摆在电讯室。那另外这条新闻呢，也还是每周播报一遍。好，以后就是这一次的给我报报还是排行榜。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播报还是排行榜呢？我们还是没有决定。下面我们再播报几条这一周的重要新闻。首先当然就是老农津贴的最新发展。本来国民党的许多立委和新党都支持民进党的这个老农津贴案，可是在最后一刻，这些国民党立委和新党都有反悔，赞成搁置老农津贴条款。根据消息灵通人士表示，国民党籍的许多立委最后反对老农津贴，是因为他们发现老农津贴里面的老农指的并不是他们亲爱的同志曾正农先生。那另外新党很多委员也发现老农津贴里面所指的老农并不是他们敬爱的长辈许立农先生。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决定把老农津贴搁置下来。国民党副主席郝柏村先生日前在记者们的追问之下表示，真金抹不黑，木炭漂不白，侵占公地就是侵占公地，违章建筑终究还是要拆。台北市一家沙拉油公司日前举办的寻找沙拉油比赛，就是把沙拉油藏在台北市区，然后请台北市民去找，找到的话呢，就可以免费使用一辈子的沙拉油。结果这个比赛获胜者是谁呢？我们从画面里面可以看到，获胜者是台北市长陈水扁先生。他现在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正对大家展示他找到的沙拉油。这也是陈水扁先生继去年赢得市长竞选之后另一次重大的胜利。行政院日前指示，为了防止青少年飙车，日后飙车青少年的机车将予以没收。另外，行政院针对青少年而制定了一些新的法令，还包括青少年日后如果偷藏禁果，将把青少年的禁果没收。也就是说，很多少男的嗓音也将一辈子很细很好听。青少年日后如果在上课时偷听棒球转播，棒球队和收音机将通通没收。如果情节严重的话，青少年的耳朵也一并没收。青少年日后如果早上怎么叫叫不起来，让父母很生气的话，青少年睡的床将予以没收。当然，床上的床单、被子和枕头也一起没收。被子里面如果有武侠小说的话，武侠小说一起没收。被子里面如果查到有黄色小说的话，这不但没收黄色小说，青少年的禁果和他们的机车也将一并没收。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成人飙车的话，他们的车子会不会因为他们飙与没收的话呢？拜托，连战政府只有能力处理小孩子的事，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再问下去，为难连战政府了，好不好？好，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新闻，我是许久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我们这个林刚刚许久经谈到的话题刚好跟我们中共这个还是排行榜里面前两个刚好就我们今天谈的整个中共还是没有放弃整个武力犯台的企图，刚刚好一样。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呢，这个江泽民他提出的所谓的这个江八点以后呢，就是中共陆续有一些高层人员放出希望两岸和谈的一些气氛，所以我们今天干脆我们就是一个开门见山，我们就直接讲的到底这个两岸是不是已经到了和谈的时期了？我的李强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两岸是不是已经到了和谈的这个时期啊？这个我们要来界定它到底两岸关系是因为这样就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今天陆委会的主委他曾经苏启就讲过，现在。中共凡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很明确的，以前是讲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他现在就讲界定是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这样子很显然的，就两岸关系是倒退的，他没有办法再尊重这个一国两，或者说也这个两岸分裂分治一种模糊化的这样一个说辞。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前进反而是后退，反而是变成这个和谈的气氛没有办法做起来吗？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进步。是。第二个，你刚才讲到这个，对不起、啊，江八点啊，我觉得江八点呢、啊，放出来以后，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都跟着江八点在那边跳踢踏舞。嗯。那个陆委会的这个副主委高孔仁，他昨天也讲说。这个中共反对我们主办亚运，很明显的是违反江八点，他好像提出一种指控一样，但我觉得也很奇怪，江八点，中共本来是讲了一套做了一套，他违反是他的事情，我们何必去干涉他的内政？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更明确的看到，
两岸关系不能够完全陷入中共设定好的布局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这个柱子性，并不是说他叫我们和谈，我们就跟他和谈。那你意思是说和谈的主权还是要在我们？那必须要有条件，是必须要有条件，我们自己还是要有我们的，主体性。是，我想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啊，必须要承认现实。一个对现实都不肯认真面对的政权，是我们要怎么跟他谈和？要怎么跟他和谈 ？OK， 好，谢谢。那友华有没有什么样意见？那我的看法是非常的简单。中国讲的那个中共讲的是一国两制，那我们看的是两制。中共讲的是一国，一国下面才有两种制度。那我们是以两制来看这个一国，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说，他最近他高层人士一直放出和谈的风声。据我个人的了解，据我对跟那个中共的几个官员谈话的结果，他们不但是现在讲，而且过去老早远在1986年他就一直陆陆续续就是提过这些意见。那江泽民只不过是会诊。那至于说和谈呢，那我看好。这个不叫和谈，是和解时代已经来临了。有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对话做一个和解以后，你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商谈。所以友华是不是代表说您所谓的和解时代来临了，是不是代表说可能中共他们不再会用武力来侵犯台澎金马呢？他们说不承诺哈，那个放弃武力，那个解放台湾，真正像那个过去他们谈的是四个条件，这个四个条件就是说外国势力介入台湾，还有台独，还有第三个台湾长期反共聚合，第四个那个台湾军事战略有守变攻的时候，他们一定武力犯台。但是这四个已经变成两个了。那我觉得这个就中共的立场看的话，他已经觉得他在让步了，你台湾不要这么不识相。那我个人觉得谈和谈还那个太远，应该说现在如何界定在一个和解的阶段，以对谈来界定一个和解的阶段，有和解才能够和谈。OK， 我想呢，这个友华兄讲完之前，那个维顺兄在说之前呢，我们呢要积极的先跟中共有关单位联络。现在请我们的制作单位赶快紧急向中共的有关单位联络，我们要请他来参与我们讨论。那维顺兄刚刚这个友华兄他提出说，以前过去有讲四点，现在只剩下两点，这两点您认为是有没有一个是走向这个和解的这种趋势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时期啊，就是说，因为中共用这么急迫、这么高的频率来提出这个笑脸方面的喊话，那我在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啊，这好像有点这个是有点摊牌的味道，有点摊牌的味道，就是说变成说两岸进入一个不谈判就会进入一个紧张和危险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呢，为什么他这样子频繁地提出一个比较笑脸的喊话？那我觉得背后有一种急迫感。还有一种焦虑在内。那么大陆呢，他们那边焦虑什么事情呢？大概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分析谈到说，这个邓小平之后接班的问题，是他们内部政情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在变化之中，他们希望两岸的关系早一点定性、定调、确定，变成是他一个固定的变数，而不会又加上一个新的变数，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复杂。这个后邓时期可能会稳定一点。第二个，他所焦虑的事情呢，就是说。台湾即将进行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个总统直选，是。那么从这个北京的眼光来看呢，他认为这次的总统直选呢，会让台湾的整个政治发展走向一个更不确定性的一个状况，是。就是没有任何一党、任何一个人能够对两岸关系跟他们作为一个对手，很清楚的去处理一些事情，是。所以我想，他们认为说的这次总统的直选呢，可能有。外国势力啊，他们一直强调外国势力，主要是指美国和日本。是外国势力会影响这次总统的直选，让它产生失控的状况。而在中共政治局势不明朗的情形之下，海峡两岸一旦有比较失控的状况，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紧张。那么使整个局势呢变得不可控制。OK， 所以我觉得频频喊话背后呢是有一点点急迫和威胁的感觉在里面，所以两岸进入一个。不谈就危险的事情，这是我的看法。您的意思是说，不能这个再继续像以前一样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必须有两岸有一个一些接触跟和解谈判的时代。OK， 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联络上了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是陈统立先生的电话，所以我们现在呢，马上要跟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陈统立先生进行对话。陈先生您好。啊，你好。我是主持人。啊。陈先生，主持人你好。是，那么我们知道呢，最近呢，这个这个中共方面呢，一直提出一些和谈的啊，希望我们这个两岸呢高层人士呢能够上谈判桌来谈判。那么您可不可以就这一点呢，是不是真正的两岸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和谈的时代？您认为呢？我是这样看的，两边呢迟早总是要谈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有机会啊，就政治上一些问题呢，可以先交换意见。是。目前的第一步就是先结束敌对状态嘛。像这些方面呢，台湾非常担心的就安全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善意的回应。是。台湾需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谈这个问题。那么台湾认为还可以谈什么问题？再谈什么问题？我想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任何牵强的东西。现在因为两岸比较长的时间隔局了以后啊，所以缺乏互信。缺乏互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动作呢，台湾方面都有很多猜疑，认为是什么，包括你们的这个 M 族飞弹的移防。是。先生，包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已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台湾方面的那个军事专家也认为这本来这个就是走来走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就会引起一些问题。陈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事实上像您讲，就是包括国家主席江泽民等等都有希望能够坐下来和谈，但是事实上像去年度啊，中共曾经在东南沿海做过8次的军事演习，而且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是以岛屿登陆战为主，而且中共的国防预算在过去10年以来也增加了几乎是1倍的状态，那事实上他不得不让台湾有点疑虑，说是不是以前中共可能又有所谓的一面是笑脸，一方面可能暗地里面给台湾仍旧有威胁感。那您怎么解释这一些国防上面的一些增强呢？像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我想苏进强先生可能很清楚，台湾方面的这个大陆方面的经费预算并不多，连美国专家也认为对比起来我们是差得很远，我们还只是日本他们这些一个零头而已。现在国际上很多一些国家那个都在军事方面都在更新，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但是我们财力非常不够。而关于演习方面，这个很多是就是正常的一些演习，像这些东西呢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两边没互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事情都会引起问题，都会引起以为是会形成一些误解。OK， 好，谢谢陈孔立先生啊。我想苏进强呢，等一下会有一些话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讲。我跟陈所长这个你跟他很熟悉。请问几个问题。OK， 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以后呢，我们再来请我们这个苏进强来跟这个陈孔立先生聚对吧？但是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保留3956620的专线。我们希望台湾因为中共这个部分已经有人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希望我们台湾部分。台湾部分我们的有关单位或当事人能够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OK， 欢迎再度回到麻辣新闻网我们刚刚呢有中共部分这个厦门大学台研所的所长陈孔立教授打电话进来。那么我们的现场这些评论员里面呢，我们的苏进强先生呢，你好像通匪哦，跟他有认识哦。那个陈所长是一位非常务实的中共的学者，是。那么他这个很多的观点，其实跟对台湾的观察也非常的深刻啊。那么我对他的一些他的论点，我也深表同感。是。中共的国防预算并不代表他全部的精力。当然，我们来评估中共国防预算啊，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这边暂时先不谈。是。不过有几个问题啊，刚才陈所长有提到，比如说和谈的问题，要谈什么？第一个，他中共设定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这一个中国显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还好跟他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啊，中共武力换台绝对不是单纯中共打不打的问题，他打不打平常的时候可以彼此之间各说各话，说是内政问题，打了之后那就绝对不是仅止于两岸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啊，我想中共武力换台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一直喊他也常常宣誓不放弃武力换台，其实军事的意义应该是低于他政治的意义，它是一个政治战略的一个应用。第三个，他讲这个陈所长他有提到说中共这个要跟我们来谈判结束敌对状态，可是我们要反过来问，那么我们的解严，我们的停止动员勘探实体，那不是很具体的就是这个承认中共的这个政权，不是很具体的就是等于解除跟他的这个敌对状态？那我们在谈之下，如果他连这一点都没办法认知，我们在谈是不是多此一举？第四个，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哈。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不是说要对每一个问题双方达成共识才谈判，对，因为如果那样就不用谈判了。
那么为什么要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没有共识的地方，所以才需要谈。现在就是说，我认为我是怎么样，可能跟你的看法不一样。那我认为你是怎么样，可能对你自己的看法不一样。互相的自己的认知和相对的认知都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只要谈第一点，不管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互相不打仗。我想暂时回归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主题回拉回来一下，就是我们和谈这个事情啊，我们一直在忽略掉的，就是金门到底在这个两岸和谈里面，在两岸现在目前要和谈，但是金门它的战略地位到底还存不存在？我想请友华兄，你会跟我们说明一下。是那个在没谈这个问题，那我先反驳陈孔立啊，他讲中共国防预算怎么样？陈孔立对于台湾是研究了很多，但是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他研究的实在是太少，这个是我对他的那个什么非常反感的那个反驳。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他刚刚讲中共国防预算，说日本零头都没有，现在呢，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他在的话，那我一。请他回答，中共他有三个预算，第一预算就是人代会通过的，第二预算是他隐藏性的支出，第三是他隐藏性的支出。那第二预算今天最难判定的就是中共第二预算的问题，他那个军工贸易，那你去问问陈孔立，保利集团为什么短短的十年内有2000万美金变那个什么变那个14亿美金，他应该答复我们呐、啊。那他会变成十四亿美金，就第一个是贩毒，第二个是卖那个什么军火，第三个炒那个房地产。那这些呢，陈孔立应该讲，这些都是他的那个什么国防实力啊。所以他的国防预算哈、哦，账面上的数字跟他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有2倍到3倍。OK， 因为陈孔立现在已经不在现场，所以我们暂时我们还是谈那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叶晋龙将军了 啊，我们这个叶晋龙将军他是前。这个军防部司令跟这个马防部司令他都当过，那么是陆军副总司令退役，那么叶晋龙将军他现在已经跟我们联系上了，他也要准备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叶将军您好，叶将军你好，林副你好，你好，我们刚刚谈到各位专家好，是啊，不敢当。那么叶将军，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略问题，您当过一位曾经当过军防部司令，您觉得金门在这个台海两岸它的战略地位？应该是怎么样呢？岳将军，这个金门马祖啊，是进阶大陆，它是可以使台澎啊防卫作战的争取了一个作战纵深。是。那么在为了达成啊，可以达成到100余海里的这个宽度的台湾海峡，有我们的海空兵力啊巡弋活动的空间。是。所以金门马祖的列岛啊，更可以提供我海空远程的预警。是。那么在早年，金门马祖驻守了很多的兵力。是。除了准备为了反攻前进基地以外，更将金马跟台澎啊安危也连成了等号啊。哦，您的意思是金马它这个，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去年的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曾经提出金马撤金论，是不是？对。您也是反对就是。您是反对吗？反对吗？我当然也当然反对。是，但是我们所知道，我们这边的我们几位这位评论家哈，他们都是认为说应该是撤军。我不知道友华有没有那个我那个针对那个叶将军的那个讲法哈，他是说可以增加台海的纵深，但是这个纵深究竟多少？那现在第二个，像国防部他自己在写的一本书里面《金门炮战史》这本书的第四页哈，那我怕泄露军机哈，那我只讲第四页。他是说，他是把金门的定位说易守难攻。你既然易守难攻的话，那你战略纵深的话，那你怎么延伸 ？OK， 那叶将军，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叶将军，关于这个活动空间呢？是，实际上是金门马祖是在靠大陆的对岸，靠大陆旁边。那么这整个这个四点连线呢，这台海啊，也变成一个双方好像是个默契的，我们活动空间，他们不进来，这个。飞机不出海，那么现在这多少年来都是大概是形成这么个状况。是，那么这个当然了，打起仗来，真正台海战争的时候，这个金门马祖能不能发挥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深入到台海里面？当然这个不是那么样解释法。Okay. 至少我们这个部队在前方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这个金马在前面呢是有这个战略的意义。但是过去战略是就反攻前哨啊，现在就改为啊变成了前哨而已。这个前哨也是说是对我们这个金门马祖啊，对我们台湾的贡献呢，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是。那么在这儿我要顺便提一下，是各位呀以及我们的国民呢，你们不知道金门马祖的老百姓啊，
常年都在那里面接受了这个受了战备的问题，是而可是吸收了很多的不便，是甚至于限制。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啊，所有的国人都应该向他表示敬佩谢意。OK， 好，谢谢叶将军，好，谢谢您。我想刚才叶将军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事实上现在可能已经不是所谓的反攻的前哨，而只是一个前哨。那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体谅整个金马的什么不便啊、限制。那所以事实上，叶军他也承认，整个金马因为军事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在整个和谈气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整个金马的地位、金门的地位应该做什么样一个转变，或者是维持现在呢？有华，你的看法？我看在这个我们呢，到底讨论这个金马到底要怎么样转变之前呢，我们的记者董克勤他有做一段这个很深入。报道，我们先来看看董克勤他所做的这一段深入的报道。金门原本是两岸军事对峙时期的最前哨，曾经部署了10万重兵的据点，最近却在解严之后立刻面临如何转型、为何而战的十字路口。金门在民国81年11月7号解除了戒严、终止战地政务军管的这个制度以后啊，基本上金门必须要走入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常态的政治体制，金门必须要走向一个国际的一个所谓一个空间里面。金门以前被中央政府把它定位成前线，好，你现在把它解除以后，你马上要面临到怎么样子在这个经济这个世界里面去竞争。当初金门因为军事理由从福建省政府手中移交战地政务委员会实施军管，这段日子当中，金门人就在内有宵禁以及各种物资管制、外有中共炮弹威胁之下，过了将近40年的苦日子。一直到了解严之后，金门总算恢复了自由之身，在生活上不必再吃存了3年以上的战备米，在资讯上也不只能收看华视一家电视而已。而且随着观光业的发展，原本难得一见的私人轿车、旅馆、大饭店以及夜生活等等，都在金门抢滩登陆，但是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最让人是担心的是走私方面，走私从日常用品、农渔产品之外啊，我们已经有查过1公斤7的安非的海洛因砖跟11.4公斤的安非他命，而这个状况再延电下去的话，枪支弹药会不会这个在金门发现呢？这个都是我们的隐忧所在。本来有3间的，本来我们这边台湾有我们有大金门2间，小金门1间，那一关掉以后啊，那像阿兵哥就没地方发泄了，没地方发泄，现在变成地下化了。你看我们台湾的好多啊，台湾的好多我们都知道啊。民间有这个行业，一定会带来黑道的寄生，因为这个是这个有这个行业啊，一定会有这个黑道寄生，这个远景的风气问题啊。因此，我一直希望啊，假如真的有必要的话，这个还是在军中里面经营，然后对象是纯粹以军人为对象。过后的时候，这边我们以前的房价差不多400-500，就一栋房子400-500，可是现在炒了天色有的喊到1500。在哪里？啊？在哪里喊到1000多万？这样子的店面而已啊，喊到1500。那你整个经济没有达到成长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可是整个房价的时候炒得太厉害。换言之，金门好不容易摆脱了军管时期炮弹的威胁，但又重新笼罩在银弹的轮番轰炸之下。面对这种局面，金门人似乎别无选择，而县长干脆提出把金门设定为经济特区的计划，甚至还将把军事坑道改变成国际观光赌场。宅山国际观光赌场，那是在我整个一个市政观光计划里边的一个中远程的目标。我们觉得金门观光最近当然2-3年的情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把它认为这种现象，这种过热的现象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金门是不是可以扮演比较强的一种经济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角色，和把这个经济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让金门老百姓来发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这个经济特别行政区的理念
我想跟对岸啊，跟两岸和缓关系，跟对岸目前的发展有关系。厦门现在的定位，它就是一个经济特别行政区的定位。我们站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它的蓬勃发展，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深、很强烈的一个自信和印象。但这种把金门从军事前哨一跃而为两岸经济前哨的大胆主张，中央似乎还没有这种规划。中央提到的四个案啊，它是比如讲说这个恢复到原来的军管的状况，有托管的状况，和废掉福建省的状况，成立一个特别区军事特别区的一个状况，还有维持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几个案子啊，中央政策提出来这几个案子啊，都不完整，而且都不能啊这个满足金门所谓百姓他们所需要的一个定位的问题。政府也没有提出说要给金门发展一个什么东西。好，你说你新竹要发展科技高科技，好，你说南部要发展什么东西，花东要发展什么产业，什么产业，他都有个规划，金门有没有呢？对，金门能不能得到很大的利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对，自力救济。我认为最好解决的办法是取得多数人的一个意见。那么多数人的意见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我们讲就是走公民投票。因此金门的未来在上面还没有政策，上面还不知道如何对策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出发，不只是伤透金门人的脑筋，恐怕也是中央政府头痛的问题。对的，虽然我们政府认为说金门可能维持现状最好，但是从刚才的 VCR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金门人不但化被动为主动，化弱势为强势，他们要的事实上更多。所以面对目前整个金门的军事地位、战略地位，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转变？我想友华对方很了解，你们是做过分析。那我那个直截了当做一个分析，那我个人认为金门战地到了今天，它已经是兼具有那个监视哨的意味。那我举一个那个智利跟那个秘鲁的例子好了，智利跟秘鲁它那个北方领土接壤的时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可是皮奇诺哈他上台的时候，他就把那块地方他划为那个什么经济特区，现在那个智利就在那边那个什么经营得很好，然后反而秘鲁也来派人来向那个智利取经。所以那我个人的看法，当金门的那个军事地位已经转变为一个监视哨地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政府啊也应该考虑啊学学那个智利的那种做法，来化解这个两岸的误解。OK， 我想讲到这个啊，您刚才讲的这种经济特区啊之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维权兄在四年前他就已经提出把金门规划为一个经贸的一个特区。那么维权兄啊，等一下讲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请金维权告诉我们金门怎么样做成一个经贸特区。欢迎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我们今天麻辣议题是，如果说两岸和谈气氛笼罩，那金门该怎么办？刚才友华提到过说，认为说金门可能可以比照智利、秘鲁的状况，实行一个经济特区。那刚好我们的金维生金发行人，他对于这方面在四年前就提出类似的建议，希望能够用在金门身上。金发行人，您的看法？好，我想四年前我的考虑啊，我是先想到特区，然后再想到金门，并不是先想到金门，然后想到特区。那为什么想到特区呢？是因为我觉得两岸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啊相当的矛盾。那么经济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掌握这样的机会，而且政府也很少有政治的工具啊，可以真正的限制企业界到这个大陆去。因此在经济上脚步做得非常的快，但是政治上脚步非常的慢，这里面产生一个矛盾，矛盾以后就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政府也无所适从，因为一方面又希望跟留台湾，二方面呢企业界又想去那边。去那边以后就觉得资金失血，然后台湾丧失竞争力，然后种种的问题。那么特区就是解决特别的问题，因为有特别的矛盾产生，所以需要一个特区。那么特区，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经贸特区，在特区里实行对大陆的经贸活动的话，那么就可以同时达到这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竞争关系。那同时政府还可以保留政府的税收，那么同时政府可以有效的管理，同时台湾的经验不至于在到大陆投资的过程中间去流失。那同时呢，我们也能够集中，然后让台商啊不但留根，而且心也留在台湾，所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特区的概念以后呢，就想说什么地点是最适合的特区。那么
很自然就会想到金门。是啊，因为在战略的观点来看呢，如果是攻势的话，金门是前哨；如果是守势的话，金门可能变成人质。嗯，那么金门地缘上跟大陆最近最接近，那么跟台湾有隔离，作为特区，它副作用最小，便利性最高，所以可以把公司设在鼓励台上，把公司设在金门，是，然后工厂设在大陆，那么就可以集中管理税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想大概简单这样。OK， 我想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啊金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陈清宝啊委员啊，他已经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讨论，我们来听听在地人的心声。陈委员你好。喂，陈委员。哎，是。是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把金门规划为一个经贸特区，您以一位金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您觉得这样子的构想怎么样呢？我想哈、站在这个作为一个金门的民意代表，我基本上对于规划一个把金门作为一个经贸特区哈、我是一直在推动当中。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必须要中央政府能够重视。是，那当然、中央政府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中央政府基本上我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来台北两年，我一直感受到中央政府对金门的角色没有给他一个适当的定位，我们也觉得很无奈。是，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说在两岸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说目前一直在和缓当中，那以往对金门呢只着重安全的考量，但是时代走到今天，实在是应该对当地多增加一些建设，然后逐渐转化它以往作为一个战地的一个角色。当然安全是无可取代的，台湾这40年来它从来没有承受过任何一发炮弹，那直到今天，以民进党党主席来讲，他曾经提过说，金马撤军，那我就非常反感。因为呢，金门无可取代的，在短时间内仍然无可取代的，就是说他对于我们国人心理层面的影响。这个绝对不是说你金马撤军然后用任何方式可以取代的。 OK， 好，谢谢您啊。我想这个刚刚陈委员谈到这个施明德的这个军马撤军论，这个我想吕强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嘛，是不是？我想陈委员的观点在战地，在他们本地人在地人的这样一个观点里面，是他是有一种既期待又怕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感的这个感受。是，那基本上你要推动金门成为经济特区，撤军是势必的，是必须要做的一个趋势。但所谓撤军并不是撤的一兵一卒都没有，而是适度的减少他的兵力，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啊，这个我并不赞成一种论点，将来金门作为所谓一个中国的所谓基带啊，跟毛泽东讲法一样，我觉得金门将来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两岸关系一个和平的特区。当然这和平特区是以这个金发言人所讲的啊，经济为主轴，那么其他方面来多做配合，那么它的定位应该是台澎金马生命共同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这个在前面的里面，我们的这个片头里面也曾讲到，是不是要会审？我主张会审。但是文春兄也，我所知道文春兄也曾经写过文章声援这个施明德的军马撤军论，是吧？您为什么这样子做法呢？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说金马啊，它在战略上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所以我不敢大胆的论断。但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过去就是心理上的依赖太重。对，过去我们觉得我们这边有几十万军队，我们还要保持几十万军队在里面。但现在的战争形态已经整个的改变，并不是保留那么多军队在里面有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对金门在军事上的意义，还有它的战略的这个战略和战术层面，应该打开、打破条条框框，全面重新思考。我觉得是应该。事实上，他条条框框，他老早他就打破了。他那个从前金门驻那个六个京东、京西、南雄、烈屿，还有金钟。还有一个预备部队，他六个师现在变成四个师，他已经老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他已经在陆陆续续撤军了，只不过他秘而不宣而已。那事实上，就我刚刚讲的，今天我们谈金马的问题，除了自由贸易区的话，你最重要，今天自由贸易区的两项问题你必须解决，一个交通问题，好，一个是水电的供应的问题。那水电跟那个交通，那你要看中共那一方面，他对金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今天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老是认为说我这个金马应该怎么样。事实上你也应该看看中共对于金马的态度，他那个到底怎么样。像那个毛泽东讲了一句名言啊，那个非常粗鲁，可不可以讲啊？这个南轩没有听到。好，毛泽东讲哈，他说金门马祖啊如同台湾孤悬在外的两颗睾丸，我捏了它它就一定痛，但是哈那我把它给打掉的话，他相信台湾一定会独立。那周恩来是举例说金门马祖是台湾的脐带，如果这个脐带关系你把它切掉的话，他也相信台湾独立，这样子反而会那个是直接造成台湾的危险。所以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李登辉总统讲的那个经济和解，那个取代了军事对抗，就是说你要发展经济是如何把金门规划成一个好比说你高科技的区域或者自由贸易区，然后来补充厦门的科技还有另外其他方面的不足。因为呢我这方面呢我不是专家，所以呢我只能提这么一点点浅见而已。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也谈到过，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金门规划这样一个特区的话，那事实上台商已经不少人直接到大陆去投资了，那凭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条件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状态能吸引他们一定到金门投资而不到大陆去直接投资？所以如果说你政府既然是特区就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比如说你在金门设公司然后到大陆投资的话，那么我们不反对本国银行给你资金的贷款，比如说你土地的取得给你一些优惠，比如说税收上给你优惠，诸如此类的这些优惠，反正就是一定要制定一些优惠，它会自然产生一个自由市场的效应。那么很多那个台商会觉得说我工厂还是设在大陆，但是我把公司搬到金门呢，对我来讲联络金融操作各方面来讲都更方便，那么政府也更支持我，他就有这个动机了。对，刚刚吕强一直要有话要说，不过吕强没关系，我们就会让你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以后来让苏进强来好好说。OK， 休息一会儿。欢迎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刚才我们谈到过，就是说事实上金维成先生他有提到过，包括友华他也赞成经济特区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不过事实上另一方面可能有人对于撤军不撤军还有一些矛盾在，怎么样让他有一个两全的状况？我想这一点我的论点是金门将来的这个未来定位啊，我刚才讲过台澎金马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那么在经济的功能上他可能如果说能够取代香港在目前现在这两岸的这样的经贸的这样一个角色地位的话，可能金门的定位会比较清楚。第三个啊，就是在经济这个自由或者这个经济自由特区以及军事安全这样两全之交，我的论点是台湾化，就是金门的这个驻军、金门的兵力部署、金门的安全部署跟台湾等量齐观，甚至比台湾高一点点，但是不要像目前这样的维持那么大的兵力，那么也造成一种兵力的浪费，同时呢，也对这个在战略上也不见得对我们有利。那吕强认为说，可能金门要整个台湾化是一个金门未来的走向。那不晓得友华认为说，站在这个和谈的时期，金门应该怎么转变？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一张那个金门的那个什么兵要地图哈，这个我不算是泄露军机哈，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到哈，今天金门它必须，如果我有魄力的话，我一定会让金防部司令官跟那个对岸的31集团军，哈军长。签那个停战协议。第二个，政府立即开发金门。你看看金门这个地方非常可爱，廖罗安这个地方，它这个上面注明海岸为沙滩，退涨潮时均可靠登陆艇号30多艘。这个是国防部做的，所以你说它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商港是吧？对，只要它那个什么投资，还有就配合了金门上义机场，还有一个西村机场。其实金门它有两个机场，但是我们往往只知道说只有一个上义机场，事实上它还有一个西村机场。你的意思说，目前这个所有金门的这种军用设备，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对商用是不的？它现有的设施哈，它现有的设施是比中国大陆对岸当年厦门成立经济特区的时候还要好。所以用这个基础，那你何不往这个地方你尽量投资来那个缓和那个两岸的对立关系？是，我觉得那他照这个友华兄这么讲的话，是不是？如果把金门作为一个经贸特区，对两岸的情势缓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现在两岸是处于一个微妙状况，不能算是没有军事威胁。是，但是我觉得即使有军事威胁的状况时候，把金门变成经贸特区并不妨碍。
那我觉得如果说双方要谈判和解的话，不妨从金门开始谈，就是说金门军区跟这个不是金门军，军人防卫司令部可以跟福建军区签停战协定，三十一集团军，哎，他们福州军区已经没有了，就是跟他三十一集团军签两个军区签停战和协议，然后签什么水电供应什么之类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他对两岸经贸是有正面的发展吗？绝对是有正面的意义，经贸关系绝对有正面意义，而且我觉得。两岸之间的问题，正如上前日子的美国这个国防部助理副部长来谈的时候，他说两岸的问题是98%的政治，只有2%的军事。对，那我觉得98%的政治中间可能还可以再划分，可能也许50%是经济，是一半经济一半政治，军事在里面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很小。所以我们应该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降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我们现在谈战略，不能完全站在军事本位来看，现在的战略。经济也是一种战略，是经济特区也是一个战略的一部分。是 ，OK， 非常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我想啊，把这个金门呢作为一个经贸特区，这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眼界一个看法。我们政府我们也不希望说政府单位老是对金门这个地方是这个所谓停留在一个观光地区的一个构想，这个可能是金门人没有办法接受。对，叫做情况不明，这个情况不明，这个点子多。对，我们希望重新来思考这个金门人地位，来缓和两岸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今天非常谢谢各位。不过啊，大家先不要走，最后呢还有一段是属于这个啊渔夫的啊这个渔场剑谱，是对这个政治的一些讽刺。我们一起来看看，南轩，我们先向各位说一声，拜拜，下周见。以前在蒋中正统治时代，有许多莫名其土地庙的统治笑话，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写到蒋中正三个字，上面一定要空一格，如果一行写不完，就要另提一行，否则你就撤喽。所以从前报社的排版工人，他们就把蒋介石三个签字，包括上面一个空格，用一条橡皮筋绑起来，就像这样。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蒋中正，他跟遐一空啦。再说铜像，台湾铜像之多，世界第一。有些铜像就摆在圆环的正中央，哎，害得我们绕着伟人团团转。再说路名，全台湾都有中山路跟中正路，只有台北市没有中正路。台北市以前也有一条中正路，但是因为中正路太长了，所以要分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而且还要分好几段。有一天蒋中正经过了中正西路，他说中正西路起飞，蒋中正上西天之路还要分成好几段，所以就被取消了。你说这样好不好笑？OK， 下个礼拜麻辣新闻网，请继续观赏，拜拜。无限金牌电影院，无限好看。他相信。